呢啊疫苗株呢来注射咱的身躯里呢，其实呢真困难啦吼，我那足济人要经安尼吼，啊今年可能经了较慢啊，所以呢慢十五天。啊咱呢学校的囡仔呢，十一月初开始，哦啊大家来讲，啊注射敢唔效吼？拄啊已经讲二十天安尼吼，有啦有效吼。啊大家又问讲呢国国内的跟国外的怎么比？一样好，安尼知吼？我以前伫病院服务的时阵，因拢搞住国外。啊，去年呢来到这呢，讲未使见，住国内相共。去年等到这次我们流感疫苗还有肺炎链球菌，好、哦，我们15号来开始注射开打。那么这里有很重要的是，但流感疫苗那是有主哈、哦，尤其重症的流感。死亡率全国死亡率超过15%，哦，所以这真严重。啊，咱这几年有推动流感疫苗的这个接种，哦，所以咱像咱今年超过55例重症流感的重症哈、哦，但是咱没有任何一个死亡的病例，所以这可以看得出，哦，咱打流感疫苗确实是对我们保护咱的市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。哦、生命安全很有帮助。啊、另外肺炎链球菌也是同样，因为特别是老人家、哦、65岁以上的长辈，那感染到肺炎链、哦、球菌很严重，因为那个抗体很不容易培养、哦啊、当他培养出来那个症状已经都造出来了、哦、所以肺炎很容易产生这个并发症。小小苹果。